这姐是啥姨妹？我也有点紧张。等一下，你爸爸会不会骂我呀？会不会？不会的。啊，不会的。哥哥姐姐，咱们一起把生日快乐打在公屏上面好不好？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哎，我太紧张了，知道吧？他爸爸马上就来了，哥哥姐姐，我第一次见他的爸爸，因为今天给佳慧的爸爸过个生日。哎呦，哎呦，佳慧，哥哥姐姐，你们等一下帮我好不好？啊，我真的太紧张了，啊，真的不是你爸爸人怎么样呀？他会不会说我呀？会的，他虽然有点严肃，但是他不会那样的。哎，你不要紧张，你不要紧张，你把我都说紧张了。哎呀，我也很紧张。哎呦，真的。我们进去坐着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叫你爸爸应该怎么叫呀？我叫。叫什么好呀？哎呀，我叫叔叔吗？不是，我叫爸爸可以吗？他会不会骂我呀？叫爸爸。爸爸可能。叫什么好？叫叔叔吧。啊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叫叔叔比较合适吧？叫爸爸还是叫叔叔呀？但我们先进去吧，我们先进去等着他。我太紧张了。哎呦，哥姐，你们说叫叔叔还是叫爸爸呀？哎呀，哎呦，佳慧，现在这上面的话就是。我那个郑姐，走，你先过来。郑姐她给我们安排了那个，给你布置了那个爸爸的那个生日。哇！我们现在去看一下。好。我们上面去等。啊！哎呦，我太紧张了，真的。哥哥姐姐们，哎呦，叫叔叔。哥哥姐姐们说叫叔叔，叫你爸爸叫叔叔。那叫叔叔吧，听哥哥姐姐说他们的。啊。就是叔叔吧，听他们的。哎，小薇。你妈妈等一下会不会来呀？我妈妈不会来。你妈妈？我只跟我爸爸说了有事让他过来。啊，他是不是马上就到了？对，他快到了。哎呦！哎呦，哥姐姐们，我第一次见他的家长，我紧张死了。然后叫叔叔是不是？哥姐姐，你们等一下，叔叔来了的话，岳父，他们说让我叫岳父。哎。岳父。哎呦，我太紧张了。该叫什么好？那么多。改考了，叫爸爸。我等一下给你爸爸准备了一个红包，我不知道少不少。我不用准备红包。我第一次见家长，我肯定要准备红包呀，对不对？怎么是你给他们准备红包？而且你都已经准备了那么布置了那么大一个现场了，还要给他准备红包，你知道我压力也会大的。但是你爸爸会不会同意哟？等一下。对，哥哥姐姐是他们，就是我可以，行，你把手拿给我，我们先加油一下呀！真的，我太紧张了，第一次叫叔叔是不是？他们说先叫叔叔，叔叔你先上来，快点。你快点，等一下，佳慧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等一下，能不能帮我说好话？能的话，你们打个能，哥姐、叔叔阿姨，我就是我的爸爸来了，哦，不对，我的叔叔来了，佳慧的爸爸来了，你们帮我说一下好话好不好，哥姐姐？好的话，你们打个好。哎呦，我第一次见他爸爸，我好紧张，真的，佳慧。我以前谈过一个女朋友，但是我没有见过家长，知道吧？不要紧张，我们身后还有很多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在支持我们，对不对？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哥姐姐，你们支不支持呀？支持的话，你们打支持。哎呦，我真的太紧张了。等一下，佳慧，你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叔叔来的时候，我不能叫你老婆吧？啊？不是，能不能呀？可以吗，哥姐叔叔阿姨？不行吧？啊？不行吧？那我叫你什么呀？等一下。你就叫我佳薇吧。啊？就叫你佳薇呀？但是佳薇啊，我现在好害怕，要不你可不可以奖励我一个？我真的很紧张，你先亲我一个可？我。
可不可以就鼓励一下我啊？你过来，等一下，他们听到了，好像是有人，你先过来，请，你能，哥哥姐姐，要不就拥抱也可以，你就抱一下，不然我真的好紧张。你看，不是你手给我，把你的手，你看一下我这里心砰通砰通的跳，你看到没有？真的啊。紧张吗？啊！你越慌越乱，不要这么慌张。不是我第一次见你爸爸，我怎么可能不紧张呀？深呼吸，不要那么慌。不能，他们说不能亲，那就拥抱一个。哥哥姐姐，我们就拥抱一个，可不可以？拥抱。会不会？哥哥姐姐。这样，我给你们发了一个福袋，你们这里领一下好不好？哥哥姐姐，福袋里面抽了的话，就给你们发货啊。这个就是今天我老丈人过生日嘛，然后给你们发了一个福袋，哥哥姐叔叔阿姨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你们就去领取一下。他们说可以，他们说拥抱一下，只是因为我真的有点怕。哎呀，拥抱一个。我牵一下手吧，我给你传递一下力量，加油！那你把眼睛闭上。把眼睛闭上。啊。怎么了？你把眼睛闭上嘛。我要闭上眼睛吗？对。那个姐叔叔阿姨们，我要闭上眼睛吗？对，你先闭上眼睛嘛，你先闭上眼睛。哦，好吧。啊，你快点把眼睛闭上好不好？闭上了没有？你不要睁开呀，你不要睁开。好，不要睁开。好。啊！不是，我没有亲到你，我是假亲的，佳慧。你没有亲到你吧？你不要紧张。你哥哥姐姐，我弟今天因为他的爸爸要过生日，我还没有见过他的爸爸，因为。我们要加威，我们两个现在是什么关系还没有给他的爸爸说过，今天现在他爸爸马上过来了，给他的爸爸说，不知道他爸爸同不同意。但是我希望，我相信你爸爸应该会同意的，因为我们两个这么相爱，还有很多哥姐姐叔叔阿姨这么多人支持我们两个，对不对？我有点紧张，觉得这我们先进去，哥姐姐我们先进去。加威，我的那个证，证件，就一个，他是一个很大的，这个酒店就是他的，他现在给我们布置了很多。来，你先过来，我们先去看一下他，我叫他简单的给叔叔布置一个生日，那个我们进去看，哥哥姐姐好不好？我们先进去看好不好？好的话你们打个好，看一下他说他等一下还要过来。要过来是吗？对。好呀，真的是谢谢郑姐了。对，郑姐很厉害的，知道吧？我好期待啊。郑姐是知道吧？郑姐她有十几家公司，都是很牛逼的。这个酒店她就是只有，她虽然只有这个酒店，但是她其他公司做得很好的。她等一下就过来，郑姐可能马上就会到了。那我们先进去看好不好？好期待呀。那我们先进去看一下。哇，哪里啊？姐姐，他说来经理，等一下，哦，好像是这里吗？好像是这里。你不知道呀？这里。哦，这里，郑姐安排的是这里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呀？对吗？哦，对，郑姐，来了没有啊？还没来是不是啊？还没来，他说还没来，就这里，来，哇，我有点紧张。我也紧张，我好紧张。你紧不紧张呀？紧张。啊？我也紧张，真的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今天第一次见家长啊，就是见他的爸爸，他爸爸也马上过来了。还有郑姐，就是他开了十几家公司，很牛逼的。哥姐叔叔阿姨们也马上过来了，他就是来祝福你爸爸过生日，知道吧？他是从国外回来的，今天刚刚到的。哥姐姐，能不能把加油两个字打在公屏上面？我有点紧张呀，哥哥姐姐，我真的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我见他的爸爸我就有点紧张。现在我们把就是这咱们说就这里就是8201，郑姐说
是这里，但是他还没到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哥姐姐，我们打开看一下好不好？好的话，你们打个好。你们想不想看哥姐是甩文？还有他在那里安排了，就是这个酒店里面安排了那个饭，就是饭局很大的。嗯。哥姐姐，我们打开了好不好？把这个门打开看一下好不好？郑姐，他简单的帮我们布置一下。哇，他们都很好。哇，我也好期待啊，哥姐是帅们，你们期不期待？我真的好期待啊！我不知道里面我打开会是什么样子。应该，郑姐亲自布置的，应该很漂亮，很好看。卡吗？哥姐姐现在卡不卡呀？现在卡不卡？哥姐是帅们，现在卡不卡呀？郑姐可能马上到了。这我不知道你爸爸和郑姐谁先到，等一下你爸爸来的时候我怎么给他说呀？来，我们打开门，哥姐叔叔阿姨，打开门啊！嘉威的爸爸是没有过过生日的，哥姐姐第一次啊，来，三哇！哥姐姐漂亮吗？漂亮的话你们打个漂亮，哇！这个蛋糕是我买的那个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对。漂不漂亮？哥姐是啥意味？哇塞！哇！不卡是吧？我们把生日快乐打在公屏上面好不好？哥姐是啥意味？哇！好好看呀，李哥。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嘉威。看吗？好看。哥姐姐是啥意味？漂不漂亮？等一下，我们郑姐来了，她说她带我们去过去，因为那边的那个那边布置的更好，那边布置。